哎，你要买一包这个线呢、啊？啥？还有贴纸，贴纸可以拿来那个装饰，然后这个可以当他帽子的那个袋子。嗯。你过来。已经开始了。嗯。是直播。没有。录音。过来。先把圆形剪下来。你先想好，对，就买一张。所以我画不敢画太大，这边还有第二次机会。嗯。先想好，那个要不要晚一点再来做？他不是说要先做这个，然后拿个尺之类的。对啊，危险。危什么险？上次被你咬到都坏掉了齿啊！我踢到你了啦，你为什么不上去椅子上？等一下又看到你们聊天室了。啊嗯、LED 装饰插排。哦，开什么箱？然后直接断掉，直接装摔坏裂。你这很智障哎、欸！我就跟你说，我刚开就好了。好，剪进去。欠揍。裂了啦，怎么烂？拿去跟他换。哦，你刚刚怎么开？为什么？没有，这本来就分开了。灯不会亮了。屁嘞！跟他，因为这不是组装上去的、啊。是哦。嗯。那嗯怎么让它亮？从哪边照灯进去？这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好像是这样子的。因为 LED 灯在这一侧啊。所以应该是这样。哦，有一个这个啦。哦。但应该是这样吧。哦。就这样而已。哦，好险！开灯，开灯。开灯。哎、欸，不要的。那赶快剪进去。你拿好好不好？不会亮。但是没有电池。有啊，有电池啊。所以它电池没电吗？我拿去跟他讲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个电池没电吗？”你换一个看看，我们家有一些锂电池。有了有了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要关灯。那就关灯。给镜头看一下。关灯，可是外面那么亮，有用吗？哦，有啦，我这边看还蛮明显的。嗯，还不错。还行啊。对。这边裂掉。哎呦，你来。你过来。嗯。我等一下要不要帮你买一张呢？圆规啊，我没有圆规，就我哦。我
立刻帮你找一下生日帽的做法。没有啊，我知道啊，就你刚讲那个扇形没错。如果要找圆形，你知道吗？三国本来三国比我跟二国比我差很多，然后我看到的情况觉得还蛮不一样。那他为什么可以有点会卖炸弹？应该是 YouTube。然后说，哎，你们看一下我频道点阅率，立刻升，对，立刻升级。那一岁的好了，耶，这么快？一岁的蜡烛，我吃过很多块，是这样，刚买的这个，对，是那么厚的饼，就是长得比较。这么小，对啊，小的就好啦。来，过来试戴一下。还美嘞。先看一下 size 行不行。试戴一下。好啦。没有。嗯。哪么可爱？是吗？对啊。你装一下。我装它，再给它。去帮放下。嗯。好了，可以应该很快就被它咬坏了。我会去整整的。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.你给他试戴了吗？会不会试戴就坏，然后还要再做一个累？原来我弟在他旁边穿内裤，正好突然跑到店门口，看见他衣服穿满身的血，结果我当时说的不知道是不知道脸色不是脸的。嗯，我们的小寿星好了哟，要来试戴一下吗？来。等一下，开始挣扎了。等一下，开始挣扎了。你要跑？什么？无法。为什么你无法？啊，你两只手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要无法。没有过他的安检。练球练球练锤，我真的是很简易的，你不可以这么粗鲁，妮妮。不用戴到头顶了。他的嘴巴，他现在咬那条线，嗯，放开。嗯，然后坏掉了，坏掉了。拿那条蓝色的给他咬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好了，真太难戴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的双手要这样压制。大致搜一下，大致搜一下，真短暂给他讲。大致搜一下，再搜一下。嗯，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later。 妮妮一直在看是不是？没有。我有按那个。妮妮啊，那是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放地上给他吃。放那张椅子上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拿走。开始吃了嘞。赶快帮它切开。不用，它这样可以吃啊。阿拉走，帮它吃。嗯。根本来不及点。嗯。妮妮这么捧场哦。你觉得你要拿一个碗，让它去吃吧，不然它要把它推开。对啊。我去拿。可是拿一个碗，碗会直接被它。被他推着走，他很喜欢呢、欸！天哪，哇，饱餐一顿。你等一下哦，哦，你别那么暗，来，里面吃，然后倒下来好
跟女的。